谁？谁呀？半夜的，怎么回事啊？谁呀？啊？怎么？啊？看有人，有人。刚才好像有人进我帐篷。啊？陈教授，你这药箱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吗？没什么贵重东西，就是胰岛素，治我糖尿病用的。这东西要是丢了的话，我这半条命啊就得折在这儿了。老李啊，你刚刚有看到什么吗？我刚才一直在那儿呀。哎呦，什么？我什么也没看着啊。咱们这荒山野岭的，一般的驴友不会在这儿露宿的。在山那边有个猎人打猎休息用的小木屋。喂喂，那个筛里小姐不是被九头蛇袭击在这附近失踪了吗？好了好了，老袁啊，你去把泥巴放了。红霄，红霄，怎么了？红霄不见了！红霄，红霄，红霄，好像出事儿了。阿言，赶快过去看一下。好的，教授，您在这里等我。啊，小心点啊！红霄，怎么不走了？这里实在太危险了，还是不能留您一个人在这里。也好，那我们再等等吧。是红霄的，红霄，红霄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红霄，红霄，你快点出来啊！红霄，我都看到你了，你别躲了。你闹够了没啊？啊，走了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！来了，肯定是他来了。小星，快快，你奶奶的，打死你！
是九头蛇出现了吗？啊！这就是他蜕下的皮，竟然长这么大了！这次科考行动的风险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估。既然已经找到九头蛇蜕下来的皮，我认为应该终止行动，明天立刻下山。 安葬死者，好不容易发现九头蛇的踪迹，怎么能现在就走呢？况且这条蛇已经杀死我们两个人了，正因为它太厉害、太危险了，所以我们更要捕获它，免得它以后继续害人嘛。怎么装？用李真和老袁带来的枪，还是用我的麻醉枪？你明知道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用，你也明知道这种蛇连枪都打不死。 你还想让我们这些人继续送死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知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知道？陈教授，你到底想撒谎撒到什么时候？什么神秘生物？什么改写生物进化史？这怪物明明就是你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东西，它的基因序列当然和已知生物完全不一样。你怎么知道？小希告诉我。小希。 基因编程这种实验，能通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批吗？暂时是没通过，不过陈教授还在想办法。重新编辑生物基因代码，创造全新的物种，它会出现什么不稳定的特征？这种不稳定的特征是否对人类有害？这一切都是未知的。若没有伦理委员会的审批，这种实验是绝对不能去做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 你能不能去帮把陈教授进行变异实验的详细数据拿出来？有了这些详细数据，我就可以和陈教授摊牌，让他终止实验。小希答应我，帮我进去拿出九头蛇的数据资料。可是，他进了实验室之后，就再也没出来。所以，妍希姐真的死于那次事故。 不给你看，快给我看一下，不给，到底是什么呀？就不给，给我看看嘛。哎，早晚都是你的，等你从实验室出来就能看到了。说话算话，等我从实验室出来，一定要给我看。我走啦，懂吗？嗯，乖一点啊。好，乖着呢。 真的没有骗你，没有骗我。那你敢不敢打开这个药箱，让我们看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？你一路上都对这个药箱这么宝贝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除了有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，还应该有你前不久刚研制出来的九号生长激素吧？九号生长激素，什么玩意儿？九号生长激素可以增强基因动物的免疫力，提高生长速度。 你专门把激素带到了明灵山，就是把这里当成了你的实验室，要在这里对九头蛇进行改良实验吗？他奶奶的，我们都当喂食的小白鼠了吗？
哎